两个人下午都不睡觉，结果现在两个人累巴了，现在是五点，快要吃晚饭之前，他们两个人睡死了，真好笑，可爱。刚刚整个被卡住，完全不能动，现在的终于挣脱了我。两个睡着了，好，就照这一路，先一半一边看，最后非常感谢你。Jimmy,